由省商务厅与我台联合主办的辽市春晚春节大集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辽宁特产好物在大集悉数亮相。在为2022年辽市春晚预热的同时呢，也引领了年前的购物新风尚啊。辽市春晚是我省的一张文化名片，以春节大集的形式为辽市春晚预热尚属首次。大集采用展览展示、明星主持人推介、游戏互动等展现形式，通过北斗融媒新媒体矩阵向全网用户推介宣传辽宁名品，共有300多家企业、1000多个产品走进春节大集。我希望这些产品呢，能给广大的消费者呢，春节带着一丝快乐。目前呢，我们是在这个积极组织，辽宁省的地方特色产品呢。走出去，辽宁电视台的春晚大碟正好和我们这个想法契合，借助辽台这个品牌，能够把我们辽宁的有特色的产品推向国内外的市场。省内14个市和41家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近100位主持人、50多位驻村书记受邀担任大集好物推荐官，严选了很多能够代表阜新地方特色的这些产品到大集上来，那么既能展现了阜新人对全省各兄弟城市的这样的一份心意，同时呢，也向大家展现了阜新转型20年来的一个全新的形象，把我们更多好的产品带给广大的消费者。很多老百姓啊，到现场之后也进行了现场认购，然后也有部分的厂商呢，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找到了我们，也要达成了一些意向性的采购。目前，大集的部分优选产品已经在北斗融媒客户端的北斗商城上架。以大集为场景录制的《欢乐家乡年》春晚倒计时节目，将于小年夜开始在辽宁卫视连续5天播出，同时在北斗融媒新媒体矩阵进行全网发布。辽市春晚的这些重量级的这些明星呢，都会陆续的登陆到咱们这个大集里面来逛大集来选年货啊，和咱们逛集的这些朋友们能够近距离的互动啊，然后希望能把辽市春晚的这种热度啊。能够在提前的呈现给电视观众啊，同时呢，我们很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新的创新和形式，能够助力辽宁的乡村振兴。